当北京人遇到地域黑。您好，请问您是北京人吗？啊，是啊。听说北京人不愁吃不愁喝的，什么都不干也饿不着，是真的吗？开始你的表演。北京人啊，就往床上一躺，天上就开始掉馅饼，有那个韭菜鸡蛋馅的，有那个猪肉茴香馅的，我们五月节还掉粽子，八月节还掉月饼，寒冬腊月的从天上还掉那铜锅涮肉。我打眼一看，嘿，那机器给我切的，立马给它扔回去，不是手切的咱都不吃。抖音。